着我买的外衣，你还拿着我送的手机。你的秘密恋爱游戏，我为你心死去。曾经在一起也有甜蜜，更多是为你流泪委屈。香水空气烛光餐厅，我看着你把戏，时间都是本在一起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美丽。甩开上的伤疤就恋情，我要把你通通抛弃。这么可惜，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降临？ Baby， 你有多 baby？ 我决心要努力蜕变美好的自己，平添起不哭泣，呼吸甜蜜的空气。摄影棚还有一个人两套服装，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，剧情非常非常的厉害，请期待我们的 MV 吧。再来啊，三二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造型很像什么？大家猜得出来不是谁吗？我们今天是特别为了我们的 MV 做的一个萝莉造型，都是我们的初体验哦，真的很可爱的。早上七点录到现在12点，没有声音了，大家。所以希望这一次的作品大家会非常的喜欢满意，然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
是 Emily， 我是尹宁。我们今天在拍 MV， 然后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了，我们从早上8点到现在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有两套装扮，两个风格非常的差别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这个 MV 我们从8月开始准备到现在了，希望就是有一个很棒的成果出来。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来收看我们的首播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我们来录我们的 MV， 今天终于录完啦！今天造型非常用心，是走洛丽塔的风格。另外一个造型是走个性的风格，是我们练习很久的跳舞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谢谢这次的导演团队，还有造型师各个幕后团队，大家非常的用心。我也喜欢这次的拍摄过程，希望作品一定会很美很美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谢谢。